要包好的啊，你问都干了了，你看安迪秀早上就包好了。称一下多重，多少 gram？ 这些300 gram 哦，来了。哎，要加水了。够吗？够了。哎，好像不够嘞。那讲300克先。等下大家记得哦，搅的时候自己盖耳朵。我看，如果粉丝用电视看的话，应该是够力的那个声音。好甜哟哟哟，那声音。好甜啊。啊。哎，它会滚哦。嗯，它会滚。它可以滚的呢。啊，它可以滚。我要放多少杯？你要放普通啦，因为等一下粉丝有些家里不可以滚哎，你要像平时这样子。我还是放超级的，要不然比较超级。哦 ，OK， 看到蛮美的。妈咪现在哦，这边里面是300克的红豆已经煮熟了的。然后现在安迪需要做什么？放多少水？250啊。关电视的声音啦，对对对，关声音一下哦，这样会很吵哦。250 ml 的水啊，来了，要搅了，准备啊，盖耳朵，要盖耳朵了，因为它是可以煮水的，因为很多粉丝家里没有的煮水的这种搅拌器哦，所以安迪是用原始的方式。白糖了哦，你必须要试味道。哎，小心啊，烫啊！来试一个小味道。我试了，等一下他们先不讲，没有对。因为我们没有，不用讲，我们没有吃很甜。可以啦。再多加多一汤匙就好。下面你用啊，不然等一下点死。这个是红豆糊啦，对，红豆糊。